好，现在该我了。哎呀，这 A 晕走，学个钻儿。马上我们就升啊，升了 Q 上来平 A， 平 A，A E， 二银钻，再 A， 跳上来 A。他马上快死了啊！他得补不补这个兵，跳下来 A， 晕走。他二级学的 W 呢，没学 Q， 这是我们已知的讯息啊。我得补这个车，跳下来 A， 吃个药，他骸骨没了。他现在不放 W 呢，我们是打不死的，必须得让他 A 我们，并且他得放 W 呢，知道吧？好，好，我们死了，死就死了，没关系，问题不大。这波有点低估了他的虚区，那征服者触发那个 Q 有点疼，那 QQ 了我三分之一的血。死死吧，像这种塔下被人给杀了，我们是不亏的，只是他小赚一点，小赚300块。燃烧宝石，重锤 ，A E， 再 A， 晕，跳下来锤，重锤，黄子来了，来一 Q， 好，交闪，不错啊，打个闪现。那黄子怎么才三级呢？现在该我了！哇，重锤！重锤跳走，又是这种情况出现了。重锤，哎呀，这不出塔也不好杀呀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不打了，回去了，不打，打不了了。他骸骨加 W 呢，我们血量又不够，算了。正好来个吸血。别吃我炮车啊！别吃我炮车，小兵，小兵打前排兵，别吃我炮车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这个盖伦啊，每次都这种兵线，他永远他也拿不着优势。玩上路，这个兵线一定要推进他。
你推不进塔，你就相当于白玩。你推不进去一波，你亏一波；你推不进去一波，你亏一波。只要我小卡一波，你这波回家你就少我半管经验。即使这波来人你死了，其实你都是不亏的。这个兵线非常重要，不要像这个盖伦似的每回推一半，哎，就给军线给放这儿。重锤锤跳下来锤树，呀，插一下重锤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跳下来重锤锤锤，开大招晕住，我们走不打了。这个虚区有点高，我吃三瓶药没事，等一等。重锤开 E 晕不行啊，这波他有 W 的，我们得吸点血，等个 E 才能打。我这基础血量太少了。现在该我了。晕。锤锤跳下来重锤点烟锤锤重锤。这边我们征服者是满城，可以吸血。把他们也算上。这波杀了就很赚了。破败是走位，你只要不钻入我的身体就没有任何的事儿，我们直接闪了。我有意他打不死我，回去打个蛤蟆，正好差100块钱。来一个破败王者之夜，不是说出新英雄吗？新英雄不是破败王者吗？咋还没出呢？出个什么钢铁少女、熔铁少女？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跳上来无限干他，随便干，他不可能打得过我们，因为我们破败了。好闪，严阵以待。21号出，现在3号，那早着呢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他没有闪现，直接搁这截他，插个针眼儿，重锤开一锤锤，重锤晕锤锤，重锤锤锤跳下来重锤。直接套我点盐，那都没用了，你打不过我。
让他少吃点兵。一开起来跳晕，致命减盐锤，重锤。上波盖伦大没用，我吃个石头人儿。找回家，这个位置应该看不见，正好卡了他一波视野。我把这皮还出了吧，先，我先把这水银之靴给他出了。不行，血太少了，血少就没办法一打二，就这么地儿吧。他妖精虚区可高啊，我跟你说，卡眼了，算了，看有没有红。没有红，我们继续单带。你们如果不管我，我就上高地了啊。在这儿等一下，如果来人，我们第一时间不是干，而是跑。啊，那这应该就干了，这就重锤、晕度锤、锤开大招、重锤、重锤、锤锤跳上来、重锤，再 A 一下，卡莎是吧？跳上来、重锤、致命点点炎锤、闪现锤，锤死两个还行。我们来个三项，正好出一个皮孩，钱够了。没蓝了，关键是。我没吃药哈。哎，没吃药呢，怎么？药没吃，我给忘了。锤的时候没太注意。要不然这一波有可能能三杀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吃了没吃？刚才没吃药。三瓶药我一瓶没碰。我吃一瓶给我加37点蓝，瞬间加，我们就一技能就够了，一技能够了，可能卡莎就放出来大了，卡莎放出来大了，我们就能直接把他击杀，直接把他击杀以后，这个妖精只能得追我，追我以后我们把这妖精给他杀了。我跳个旗儿，重锤。盖伦是疯了，是不是盖伦？
为什么狂妄？嗯，重锤上来套虚弱，一开起来锤重锤重锤锤锤，给我不让我下来是不是？叫上来锤，重锤，先跳一手，没事儿，别急啊，咖喱奥有大。打个蛤蟆就回点血，看着这个火蓝居然不出蓝烈汉的苦楚，出这么个玩意儿了。还没了啊、哦！先把凯隐杀了，那九级的盖伦把盖伦杀了，再晕住这个泰坦，锤，重锤跳走，为什么这防御塔砸我呀？我跳上来重锤，快快快快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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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假的，我拿个25致命点烟，猴哥整些没玩过的英雄。